我去升级。小老鼠的老公看看下。
晚一点点嘛。嗯，输入前期切换视角，宝贝。是陪伴，没关系的，宝贝。我习惯了，一毛不拔的样子。
说我是一个纯情女主播哎，可是我主打的就是一个贤惠、善解人意、做老公的小宝贝，怎么会骂人呢？说我骚，但是我自己是不会承认的。我不是骚，我是一个女菩萨啊！你看过现在哪个上网的女的这么不要名声，对吧？你可以说我骚，但是我是不会承认的。喜欢音叉呀，兄弟们都喜欢助兴的，你非要搞不带兴的是吧？兄弟们这一下，哦，弟弟都快不见了。风浪越大，喜欢的鱼越醒了。
今晚想吃鲍鱼吗？还是想吃？爽爽，兄弟们又不让我爽爽，真小气。兄弟给我爽爽。一还是二呀？一个一本两本三，一本三本五本，好兄弟好兄弟，好朋友好朋友。
耳垢。啊，不太好吧？这要是被你老婆看见了，不得打死我？搞个笑话，来个说话吧，老公。哦，来个说话吧，老公，该说话的有五个快乐。这就好了，你不会以为他很厉害吧？他浑身上下就嘴巴嘴硬。感谢诗情画意，谢谢诗情画意开通的守护，感谢老公的守护，祝老公心里面越来越顶，越来越挺。啊，打个牛逼。这循环这么没有用啊。真没用啊，真没用，连跪着都不想看。